级汽车。冰企鹅大作战。Cool! Yeah! 嘿嘿，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哇，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弹气弹发射。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！嘿嘿！快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，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要赶紧阻止他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超雷达警车，雷科！火箭赛车，旋风！土地挖掘机，酷宝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嘴唇，冻住花园，全部冻住，哎呀呀！春飞救援，快快快，大大冰块撞不开。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一卷两卷云云云，警车全力冲冲冲，瞄准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，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动呀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。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网困住你。挖掘机呀，砰砰砰，冰墙倒下了。企鹅企鹅大喷嚏，啊，冻住了。气死我了！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。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那当然。愤怒的蜜蜂。甜呀！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麦嘟嘟、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哇！麦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成功了。
来了。皮皮小心啊，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了虎看新虎，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火箭赛车，旋风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超级汽车出动。飞呀飞呀飞，飞呀飞呀飞，是谁受伤了？看我的，别哭别乱动，我来帮助你，伤口不疼啦，不疼啦。蜜蜂又来啦，到处嗡嗡嗡，大家快跑吧。啊，救命啊。斑斑，我们合作把蜜蜂引开吧。想想想，蜜蜂好喜欢，快来追我吧！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！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来了吧，快跑 啊！真假洒水车。啦啦啦啦啦！嘿，秃噜爷爷，早上好呀！您又在给小花浇水了。没错，这可是我的工作。那您继续忙吧，我要去巡逻了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呼噜爷爷什么时候跑到我的前面了？嘿，呼噜爷爷。呼噜爷爷变得好奇怪呀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泡泡洒水车太厉害了，这次看你们超级汽车怎么办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请帮我联系呼噜爷爷，让他别再喷泡泡了。开心虎，快看看怎么回事。嗯。哦，怎么有两个呼噜爷爷？你们在叫我吗？看来喷泡泡的洒水车是假的。嗯，要赶紧抓住它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口水哗呀哗，汽车弄中圈圈，一不小心摔一跤。哎呦，别担心，我来了，好好都冲干净，哗啦哗啦下雨啦。救护车飞呀飞，受伤了别害怕，哇呜哇呜我来了。谢谢你。跑跑车别想跑，开雷达照啊照，一无地无找到了。站住，别跑！加量发射！不好，我的雷达撞坏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忙寻找。我来清理泡泡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转转右看看，跑跑车躲在大树下。嗯，怎么不见了？洒水车哗啦啦，洒水枪会旋转，挡住所有大炮。跑跑车别想跑，加速度追啊追，瞄准目标抓住你。任务完成。这次先放过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喷泡泡，那就去给我们洗车吧。农田危机。猪伯伯，猪伯伯，猪伯伯，一定是收割机哈维。嘿嘿，果然是你。那是什么？好像是会飞的汽车。在往农田里撒什么东西？快看，那片农田枯萎了。不好，他们在破坏农田。快住手！哈哈，毒气的效果真不错。我发明的飞天车果然厉害。嘿嘿嘿嘿。来吧，往农田里多喷一点，让所有的农田都枯萎吧！哈哈哈！哎呀，毒气越来越多了。别担心，我来想办法。呼叫指挥中心。阿文，是你需要帮助吗？没错，有几辆飞天车正在破坏农田，我需要支援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全能收割机哈维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不好，所有的农田都被毒气包围了，我先去抢救粮食和蔬菜了。甩呀甩，到的爱的全部都采摘，收割完毕，干得漂亮。危险的毒气飘呀飘，小心，一点一点慢慢的下降。闪亮的光波照呀照，这边那边
食了。呀哈，该我出场了。向上跳呀跳，蹦得高，有我在你们别想跑。一二三四掉下来，还有一个转眼不见啦。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农田。不客气，猪伯伯。哎呀，不好！你们再也不能破坏我的农田了。博物馆风波。是霸王龙的化石。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我们好害怕呀。快跑呀。我来啦。哎呦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！哎，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哦。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啦！要走了！救命啊！救救我！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！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！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！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！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！嘿呦嘿。大大石块掉起来，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，嘿呦嘿，一
快快搭建好。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。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，是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一起一起回来啦。失控的赛车，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吗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过速赛车前方。超雷达警车来车。大力士吊车马力。超级汽车出动，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，滴滴五快快停
停下，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，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。哐哐哐，伸出手机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，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跳起来。谁来帮帮我，怎么停也停不下，谁来帮帮我，我也好害怕。让我来帮你追呀追呀追上你，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停停。不好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。我来帮忙。滴滴出警车来了，发射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，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。哐哐哐，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扣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